各位大家午安，晚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们要一起来分享 Word 实务应用。在 Word 实务应用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跟各位谈，假设我今天我要做一份很长的文件，也许是20页、50页，甚至100页。那这里面长文件我们会遭遇的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用自动的方式，也就是正确设计的概念来去完成，千万不可以用按 Enter 或者是土法炼钢的方式来去完成其中的封面、目录、附录，甚至还有假设我们今天目录要区分为内文目录、图目录、表目录，这里面会牵涉到多层次设定页码。这都是我们经常会遇到问题，希望在今天的课程可以正确的了解到原来是要这样子去做，然后让我们日后如果要去修改，也都不是一个一个叫出来去做修改。那这个课程其实它应该是 Word 里面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大量用的功能都在常用功能表底下。所以稍后我们再花4个小时来跟各位好好分享。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这是我的电子邮件，我的 LINE 跟微信 WeChat 我全部都给各位。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写信来提问。早年是在巨匠电脑公司总公司的专任讲师，就是帮他教授新竹以北各公家机关，从总统府、行政院、五院院部会，还有台北市政府、桃园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新竹市政府，都是我的教授范围。后来在10年前，我想说，我希望呢能够自我提升，所以我又跑去国立阳明大学，希望把我的资讯专才能够跟生物专家、跟医生结合，来去解决人类这个疾病的议题。那我现在的研究是以脑中风为主，尤其是年轻型的脑中风。那我当然有20-30年的教书经验，还有写了50多本的电脑书籍，也有30多张国内国际的电脑证照。后来是因为大家都不看书，我就想说，那我这些影片剪辑后制，然后把它放在 YouTube 上面。5年后，我就变成 YouTuber。我们先请你到一个地方下载我们今天的一个长文件范例，就是我的操作，我会希望你要同步跟我一起做，所以我在操作部分会慢慢的讲。那我们先下载我们那个长文件哦，那个我这个长文件呢，请你们稍微看一下。我的长文件放在一个网址，这个网址等一下我写在白板上，它的网址内容是，因为它是网址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输 https://goo.gl/ytzrxt， 请注意 R 跟 T 要大写，请注意一下这个 R， 还有最后这个 T 要大写。https://goo.gl/ytzrxt， 记得是要在打开 Chrome 之后，在网址列这边输入。好，那最多同学问的问题就是说，老师，等一下出现的画面为什么跟你不一样？就是打错字啊！我稍微讲一下，你再比对一下。这个 HTTPS， 这我想不用解释，就是超文字连接的 S 是 Security， 就是安全的网址。所谓有安全，有加 S， 它其实是透过一个安全机制 SSL， 好，有特殊
加密过的一个网址，然后后面这个 go.gl 其实就很像 Google，goo 有看到哦，然后这边中间一个点在 gl， 其实因为我这个短网址是来自于 Google 公司，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全世界短网Google 公司做的短网址都是它。后面这个六个英文字母，你可能就要稍微知道一下 ，YTZRXT， 最后这个 R 跟 T 要大写。好了，重点是完毕之后要给你们看，我从真的很久很久以前的所有的课程，很久以前那个2016、2017，反正一直到2015，好。那一刚开始放在 YouTube 上面一样没有人看，好，两年之后哇开始就直线上升，好，那就是看的观众也多了，好，那我们来去看一下今天，因为我们这个 Word 实务课程在4月13号已经上过第一次了，好，那今天是4月16号是第二次的课程内容，全部都一样。全部都一样，本来我想说2016版录一个版本 Word 2016跟 Word 2019，不过刚好我们今天准备的是2019，我还是全部都用2019来教，可是所有的功能没有差别，好，就算你用2013也是一样的做法。那我们现在要请你下载的是这一个2021年4月13号 Word 实务应用，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讲义下载？就是电子讲义。你知道密码是什么吗？密码就是四个数字，就是这个四个数字，请前面自动加一个零，就是日期了。四个数字，因为我只想给你们知道就好了，不用给别人知道。然后接下来我现在要请你们下载是这个范例，就是一个很长的文件，来请点这个范例下载，请你不要点错，请你不要往上面点，也不要往下面点，要点到4月13号 Word 实务应用的范例下载，可以吗？我大概把到5月10号之前我要教的课程都列在这个地方，我的专长也就是在像大数据分析、办公室自动化，或者是做那个程式的撰写，好，我们接下来就请点这个范例下载咯。在这里面就一个档案叫 Office 40招，当你将游标移过去到这个档案下载，在左上角，你只能点左上角，请你不要点到别的地方，点到这个档案的其他位置是预览的意思，我们现在不是要预览，我们现在要下载，所以您必须要针对这个下载图示点几下，点一下，在网络的世界没有点两下，因为超连结的设计就只让你点一下，好，请点它，这样子我就可以把 Office 40招下载下来了。那我们这个下载下来的档案放在什么地方？好，为了我们上课方便，我就先把所有这个 Chrome 浏览器关掉。范例如何下载讲义，你也可以去一样画葫芦的方式来下载下来。我们因为要做长文件的编辑，这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上课重点，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一刚开始要跟各位分享
多层次清单，然后介绍法律样式编号，介绍标题的编号方式。完毕之后，我们要教你在排版上面这个样式帮助我们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再来，我们要学会制作目录，还有封面，然后这些的页码要如何设计，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重点了。我就先把我的讲义先关掉了，因为讲义的内容就是等一下我们上课要请各位实际操作的部分。下载下来这个档案，你要知道它放在什么位置。简单的说，它就放在下载这个资料夹里面。那个下载下来的档案就会放在下载资料夹里面。下载资料夹就在我的文件里，我的文件就在我的电脑硬碟，硬碟也就是什么 C 碟、D 碟，这就是我的硬碟。好，那我们现在就首先透过档案总管，在这里最下面有一个资料夹的图示，它其实就是以前我们知道的档案总管。然后请点左边的下载，你可以发现快速存取里面下载，这个本机里面也有下载，对不对？都可以，随便你看你要点哪一个。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发现，如果说你的电脑没有经过日期的排列，那我就建议你就点选修改日期，按照修改日期一定是从最接近现在到以前的排列方式。那我们因为有按照日期别，我们用的是 Win10 作业系统，所以它档案总管一定有分门别类，所以按照日期排列，今天你刚刚下载的一定是放在今天里面。今天有一个档案就是刚刚下载的这个 Office 40招，麻烦请快速点两下，我们就可以打开来了。而且请问是用哪一个版本来开启 Word 2019版？好，这你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就刚好今天我们教的课程内容没有跳脱这个版本，基本上在跨版本不会有很大的差异。当我今天开启这个档案的时候，在最上面它会有一个黄色的底色，然后黑色文字的提醒，这个我觉得只是提醒。我相信你们对于一个颜色应该会了解，黄色它就是一个提醒而已。好，它告诉我们说，小心，你这个档案是来自于网络上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是处在不可以编辑的状态，但是它不会破坏你的任何电脑的内容。当然因为你没有编辑，所以你现在假设选到它想要 delete， 各位知道 delete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编辑嘛，是不可以完成的，可以吗？这个档案目前只是先让我们看到内容，看到内容不代表我们就拥有它。你去那个博物馆看到的所有的文物都不是你的，可是什么时候才会变成你的？当你点选了启用编辑。可是如果它里面有夹藏病毒，也就直接带进去了，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不过一般来说，我给你的档案应该不会有病毒啦，因为你只要知道其来源有字，你知道是谁给你的档案，我想这应该都比较不会有问题。你同事给你的档案要不要启用编辑？当然要啊，对
对不对？好，请点启用编辑。这时候就不要全选 delete 咯，因为这是删除的编辑动作。现在的功能，它是一个很精简的样式。正常来说，我们应该会有功能，功能上面像这个叫做快速存取工具列是放在上面的。怎么样去？还有它底下常用底下应该有一些功能，对不对？这些应该都是要被打开来的。好，预设最好是用预设的方式。我们先做一件事，在功能标签，功能标签下面的功能把它显示出来，滑鼠右键点这个功能，然后请把折叠功能区关掉，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常驻了。因为你关闭就是没有打勾就是关闭嘛，关闭折叠功能区，那就把它意思就是显示。请问这边我们是不是看到这边有功能？再来，请把这个叫快速存取工具列，滑鼠右键一样对着它，随便哪一个功能都可以，请勾选什么，在功能区上方显示快速存取工具列最长的那一个，请把它放在这边，这是我们比较习惯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就要讲长文件了嘛，我希望这边出现我长文件的标题。好，所以麻烦请点这边有一个检视，然后功能窗格，只是这边它叫导览，基本画面的设定这个地方，其实你只要记住就是功能区。接下来呢，这边是导览，就是一个小缩图的感觉，缩图。那这边它就是文件内容，到时候在这个地方会出现辅助视窗。辅助视窗，假设看你今天你要做色彩的配置，那右边它就可能可以出现各式各样的颜色，方便你去做选择。大概就分这四块。我所提供给你的范本总共有42页，那请问你什么叫长文件？很长的文件，应该是说很多页数的文件。那什么叫文件？各位就要知道咯，文件就是里面它是由很多的文字内容、图片、表格呈现，然后可以去说明一件事。好，这是我们的文件的定义。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我们在这里面，请你先做一件事，全选，然后请点常用底下的内文，请你先做这件事。好，通常我们在做一份文件，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开始思考一下，请问我现在我要做一个大的计划，写一份报告，可能有10页、20页、50页，当然有可能只有5页，都有可能。好，这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会先把大纲写出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大纲叫做标题文字，所以我们有标题一文字、标题二文字，这些文字我们会全部都打好，全部都打好之后，我就开始来去写这个标题的内容文字，可以哦。所以我全部都写完，然后
之后我就会去抓一些图片，就设计图片、设计表格，再放进去，大概就长这个样子了。所以前面这些动作，前面这些动作，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做。好，所以我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的。那接下来呢 ，Word 知不知道你哪些是标题文字，哪些是内容文字？他不知道吗？这是由谁设定的？自己。作者自己写这个计划，写这一份报告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先知道指定谁是标题一，谁是标题二。好，可以吗？所以请将游标放在成功简报关键篇任何一个位置，你也可以选到它，可是请注意2016年之后的版本，它允许你这两个字是标题一，这两个字是标题二，这三个字是标题三，听得懂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可是它允许了，但是我们不可以，听得懂吗？你千万不要那个什么叫做。反正做出一些就是艺术的创作，我们今天写的报告是要一致性，你不能说做出来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有标准，我们现在就是要做文件的标准，这样了解哦。好，来，请将游标放在任何一个成功简报关键篇随便一个地方，你也可以全选，全选就是在它这个成功简报关键篇的前面。好，然后请点常用的标题，样式底下的标题一，这就是标题一了。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它就针对标题，它会出现了一个标题。好，这个视窗它叫导览，我觉得是很适合的，只是检视底下它叫什么功能窗格，我会觉得名称不一致，这是比较可惜。我跟你讲啊，这意思就是下次你还是找不到。真的、啊，这边它叫功能窗格，它又不是叫导览，对不对？所以你一个东西你要叫两种不同的名称，那是会自己混淆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如何快速拟好简报架构。那我们当然游标放在任何一个地方，然后请点常用底下，它是标题几？它是标题二，请点标题二。你们都不太喜欢李老师哦，还好我姓孙，不是姓李。有空可以理一下孙老师，好不好？谢谢。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内容文字。现在我教你的这些动作我都帮你做完了，我只帮你做完标题一、标题二的定义，等一下我要把这个档案关掉再重开，就是标题一、标题二都定好了。那我们稍微往下移动，移动到这个地方叫简报文字也可以成为众人聚集的技巧，有看到这一段落、哦、这个段落应该也是标题二，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就将游标点选常用，常用底下的样式里面的标题二，因为它本来是内文嘛，本来我刚刚是不是全选，然后全部把它定义为内文？好，因为我把它定为标题，它就会放在这个标题的导览视窗里了。有看到我这边有。第一个标题一，还有两个标题二。好，那依此类推，可不可以将游标慢慢的往下移动到这个简报中的相片更生动活泼的技巧，一样也把它设为标题二。好，依此类推。可是我现在要请你们去找第二个。第二个章节，第二个章节就跟
就跟什么简报会比较无关了。好，来，请将游标可能我看要移动到第几页，很多页了。在我这边的话，可能要已经到了第13页，有一个段落，叫《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请点标题一喽。好，我只是要告诉你，通常我们设定的章节章的部分，它会全部归纳整理成为一章。你看，像这边是不是都在介绍简报的相关功能？好，那下面这个叫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它就在介绍 Office 的另外一个软体叫 Outlook。Outlook 里面有工作，不过这些都已经被淘汰的软体，各位就不用再知道了。好，那我只是要告诉你，就是说它在这一个文章上面。如果你要知道说章的分节，其实我会比较倾向，请你自己先去思考，你当时你是怎么设标题一为章，标题二为节，以此类推。这个我相信我就不用再花很多时间来去做讲解，可以吗？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你关掉再重新打开，因为我就全部都帮你做完了，所以请把这个档案关掉，不要储存，然后重新再打开。刚刚我们就要逐一把所有的标题一整理好，所有的标题二定义好。这个定义完毕之后，我们的文章可以一致性的设定。